随着厨房的空间和布局逐渐的变小，和消费者的需求多样化。今年我们隆重的推出了华帝蒸烤一体机 V806， 除了蒸、烤、steam grill、steam bake 气炸的功能 ，V806 我们也增加了炖的功能。在蒸的功能方面，为了让烹饪者可以根据不同的食材蒸出更加的口感，我们研发了自由调整水蒸气分量的功能。在蒸蔬菜的时候，将水蒸气的分量调整成最高，足够的水蒸气可以帮助将蔬菜蒸得更鲜嫩。蒸包子类的食材调整成中段的水蒸气，可以避免包子过湿或过干。 V06 也配有多功能蒸的定时功能，烹饪者可以根据不同的食材设定不同的烹饪时间，同步完成多种菜肴，更节约时间和电源。在烤的功能方面，它拥有八大烘焙模式，附加上下火不同温度的调整。当烘焙逼炸的时候，顶部设定为165度，逼炸的表面更鲜嫩，底部设定为185度，逼炸的底部更脆口。空气炸的功能，第一档蔬菜类，第二档肉类，少油减脂，更健康的烹饪模式。蒸烤同步的功能 ，steam grill steam bake， 在烤的过程中，每隔3分钟，烤箱会释放出蒸汽，烤箱里的温度不是干的温度，而是有湿气的温度。利用 steam grill 烤出来的烧鸡表皮是脆的，但鸡肉里是鲜嫩多汁的。steam bake 对比传统式的烤箱，足够的水蒸气可以将面包烤得更大。利用 steam bake 烤出来的 sourdough 表皮是焦糖色的，外层是脆，但内部是松软的。为了让产品更加适合亚洲式的饮食习惯，我们增加了炖的功能。三档炖的食谱，第一档炖粥，第二档炖汤，第三档炖肉。对比用火炖的模式，炖汤的时候底部受热，食材易碎，汤水更浑浊，肉类在过热的情况下将大大的破坏食物的维生素，产生高脂肪和嘌呤，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危害。华帝 V06 炖的方式是采用360度多方位的均匀送热和蒸汽，温度直接穿透食材本身，营养物质保留其中，汤水更清澈，口感味道更好，营养成分也保留得更多，嘌呤更少，更健康。用火炖肉需不间断的反转，避免食物的表皮烧焦。 V06 炖肉的时候无需翻转，肉也平均受热，火候和温度更容易掌控。附加68道食谱，小白秒变大厨，自动清洗和烘干的功能，容易打理。华帝蒸烤一体机的功能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。我们的产品设计理念主要传达给消费者，产品需要好看、好用、好清洗、